国语有声善书。一尺拱横唐善书，赏善金篇。主著仙佛为五斗星君，福鸾为通天勇笔。东斗星君将二十劝人阅善书之赏励。所谓善书，特定指于道场所发行之心法宝册、善书、真诠等，俱属其内。继金末法时期，千宗万脉大开普渡，故甚多善书乃能因缘际会而广布。可惜又于宗脉之人我执见，乃形成分别心，以致善书使诸多善根器之人无缘的见，故特列此赏励。凡能将自身言阅善书，判定优质而不沦为异端邪说之倡勇者，每推荐一人阅一本善书，则消除一次病星。凡达十人十本善书，则赐增一禄；凡持恒以行达一年，则赐增一福。凡能将此赏励传布他人而知，每十人消除一次车关，每五十人赐增一禄。凡能持恒不断者，则可依律消灾厄、增福禄。凡因此而使他人发心喜悦善书，则行者每一人增一禄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